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非要这么对不起我，你说，我让你在意，我让你在意，我告诉你潘娟。胡说你！杀死我！哎呀，杀死了！姐，你干什么呀？不是你杀，你杀，滚吧你！快滚！让你滚！你滚！让滚！滚吧你！快滚！滚吧你！快滚！滚！滚！你快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滚吧你！快走！姐妹们，大家上午好。这个我们女人的话题啊，总是讲不完，建议以后啊，大会老师给我们女人做专场。这个当我这个走上来之后呢，大家也能看出来我这个女人呢所承担当的角色，一个是女儿，是媳妇，是妻子，是妈妈，还是婆婆了。同样呢，也是一个小企业的负责人。结婚27年了，我觉得我们的家很宝贵。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总也忘不了当年爸爸对我的嘱咐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结婚了要干家务活了。我当时呢还不大理解，我看看老爸他是认真的。大家就知道为姑娘的时候呢很会偷懒，就爱看书，仗着学习好一点呢，就一叫我干家务活我就捧着书本，这个时候一定会得到父亲的袒护。那第二句话呢，就是不给人添麻烦。第三句话就是别叫人笑话。当时听了这三句话呢，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反正还想我得结个婚，爸你还说这些话，我怎么就跟人添麻烦呢？真的，后来随着日月，我真是感觉这些话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直到现在呢，我觉得呢，这些话对我太受益了。不让人笑话，真是就是身有伤，贻亲有德有伤的时候，是爸爸妈妈没面子了。那么说起来呢，这个从结婚做妻子说起，我记得在坐月子的时候呢，当时是先生在家里这个陪着。第七天我下来去洗手间，我就看他蹲在这个门槛上吸烟，从背影上我就看着他好像不开心。中午吃完了饭，我就说，你看咱这个小孩也挺听话的，怎么也不哭。我说我自己觉得恢复得挺好的，下午你就上班吧。他一听就高兴了，就上班去了。然后我自己呢就洗尿片擦地包括做饭，我自己就觉得挺能的担当起来了。当时母亲来了以后还感觉挺嗨，觉得怎么这个女儿还挺不容易的。
在到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孩子起夜，我记得儿子一直到两岁，可能我的身体不太好，他也不太好，一直起夜。两个月的时候，老公起来拍拍还不耐烦的样子，我就很心痛他们两个。我说以后啊，我就这么想，我就自己来这个带孩子。所以直到两岁，有的时候儿子一夜起11次，我就坐着睡啊。那么就这样有了这个孩子呢，我就这个每天早上5点起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每次都是在他们睡着的时候一定要把家务活做完，而且呢做完了就不要唠叨啊。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带着儿子出去玩，每一次周末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早上把活干好，带着孩子出去吃了中饭回来呢，怎么着也让这爷俩先睡着了，然后我就爬起来把家务做好，反正让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一定争取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吃上比较可口的饭菜。先生到了这个供销处去工作的时候也比较忙啊，那么每次他这个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哈，我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不回来呢就一定开着灯等着他，有的时候会等到下半夜1-2点出车又忙，总让他这个进门喝上口热水吃上口热饭然后好好休息。这个先生孩子这个穿衣啊这种服饰啊，我真的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就没让他们穿，没穿过没熨过的衬衣，总是领啊袖啊熨好，洗得干干净板板正正的，这是老娘教的啊。孩子老公出门啊，那个皮鞋一定是亮的，直到现在只要一出门我第一个冲出去把皮鞋还要擦亮，甚至自己要走了穿上自己的鞋把人家的鞋擦亮，我可会擦皮鞋了，如果说没事干的时候，谢谢啊，很会维护皮鞋擦皮鞋。我觉得呢这个老妈说了一句话，男人在路上走看到了妻子的一双手，你男人穿的是不是整齐干净啊，就知道这家里的媳妇儿是不是个得体的勤快人，所以老人说的话真管事儿啊。那么其实呢我就简短的说，后来呢在老公的这个事业上哈，我就觉得咱女人是相夫教子的哈，这个老公啊咱别惹人生气，让他气儿顺呢一定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啊，所以他有什么事儿咱还不要多插嘴少打听，但是能看出点门道来需要帮的时候咱也不能就是傻乎乎的啊。所以我真的记得哈、啊，这个有一天呢就是老公回来哈、啊，这个说起来就跨越挺大的了，到了80几年我老公呢就自己哎，挺有经商头脑的就做生意了。那么在这个91年那一年呢，有一天这个回来以后几天了，我看着他好像烟抽得挺猛的，然后呢好像这个情绪也不是太好，我就开始过问了，我说最近是不是事儿挺多的，怎么看上去有点烦呢？他说嗯，因为跟一个大哥呢本来是合作的，他们做得挺好，结果呢这个大哥呢就提出来分手。我说这个要分手那么自己做也行吧，我看你挺能的嘛。后来他还说当时两个人每个人投资10000块的，现在他临走了要30万，太气人了。我呢我就说你就给他喽。其实呢这个我对这个钱呢真的没有概念，这一路上他也拉我下来给他管管财务什么的，
我说我搞不了，我不懂。说完了这个话，当我说给人家的时候呢，这个老公还正要看看我。那一天的晚上，我就看着他轻松了很多。后来呢，就跟这个大哥呢很好的做了这个结束啊。再到后来呢，我真是觉得哈，这个老公啊有经商的头脑，他们真的很会算。我总是说啊，人呢千万别让钱绊倒，在很多事儿上能用钱摆平的事儿是小事儿。真的后来呢，这个在很多这些方面呢，我们老公呢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总会一遇到我就软了，把这些事儿做得还真的挺好的。那么我也知道我老公身上呢这个有一些缺点哈，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他那种傲慢、趾高气昂的那种感觉啊，甚至呢说话呀，你听他打个电话，那个急躁上来一阵。后来学了美容哈，我才知道真的相由心生。我一看他那个脸红彤彤的，我就知道又上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的需要我在他的身边。平时呢各忙各的，有事儿的时候需要咱女人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我今天不开车了，我搭你的车，哎，跟他坐在车上说说话，他就挺高兴。明明中午哎也不用一起吃饭，我还要说，哎呦，我想这个今中午去吃什么，咱俩去很高兴。还说咱想，还别说我陪你吧，你是不是怎么样了，不能跟人接短，不要接人短啊。这样呢咱在他身边安静一点，话不用多说，他自然的也就平静下来了。尤其是出去谈事儿的时候，咱呢要当好配角，不要乱说话，不要多掺言啊。他急的时候也不能劝，握握他的手，当他一摸着咱的手的时候拽拽他，他又知道他又急了啊。所以给足先生面子是我们女人呢哎一点起码的常识啊，不要跟人家冲。总而言之，当妻子当太太啊，我就一直跟我妈告诉我的，家务活是你的，我就记着了。别人一帮我干点事儿，我还说，无论老先生和儿子帮我说，我还说谢谢谢谢，一天到晚谢谢。哎，其实他们有时候跟着我还挺撒欢的干哈，挺好。这个呢，说起来呢，咱付出了这一些哈，我真是觉得呢，我得到了老公呢十足的疼爱，真的就不用说了。每到晚上，他就去接我们回来，啊，抱着孩子上班，给把我们接回来，哈、啊。就是再忙的，我就听金雅佳老师那个“丈夫你辛苦了”，我都觉得很多地方写的是他。就是再忙的日子，啊，他呢晚上差不多都要回来陪我们吃这顿晚饭，啊。就是在这个快活的日子，在应有的日子呢，在甜的日子里呢，他不让自己奢侈过。你看喜欢穿哪个品牌，总是要等到深圳那个友谊商城换季打折的时候自己就去买。吃饭呢又那么简单，后来我儿子都说，爸，你把你挣的钱要跟我老妈在有生之年全部花完，我可不要。哎呀，说了以后呢，这个老爸还是那么的节俭啊。那么尤其是呢，这个他对在生活上对我们的这些关照，我就不用一一列举了。尤其是在我40岁的时候，我当时呢在班里，在这个查体身体不太好，我呢就回家了。回家老公也是，先生也说该养老了，我想40岁女人老了养就养吧。可是呢我回去才这个3-4个月啊，我就这个觉得可怜了。
第一呢，就是这个送完了孩子送先生，然后自己呢在家里干完了家务，连脸都不愿意洗了，不要好了。要么呢，空虚的时候就去逛商店，拼命的购物，来满足自己，也不舒服。一下雨打雷，就跟干了坏事似的，很害怕。在家住在28楼，就跑到1楼跟民警站到一块，让人家保护一下，好可怜呢。后来我真是觉得，青年人不易过顺境，中年人不易过险境，真的不易过险境。我就跟先生说，有一天我就表达了我的心声，我说我还是想出去干点事儿。他就说，你说干什么？我就一开始想开幼儿园，也跟一个老师商讨了很多，后来先生说，现在孩子不好带，万一出了点三长两短的，你的心可受不了。我一听也有点害怕。哎，有一天他就来家接我，说我在报纸上看了有转让的美容院，咱去看看。一去这倒好，这个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太太真的适合做美容，你看她的脾气好，她的皮肤也不错。这一鼓励，老公就给我买下了3个人家不爱要的要倒闭的美容院。你看在这件事儿上呢，他能投资这么多呀，给我这个，我后来我说就2个字，感恩，直到现在哈。那么这个其实这个美容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再苦的日子他没有流过泪，就是扛着。刚买了我很开心，过一段时间就说不好干，不想要了，他就说哎呀，不要就不要了，他就去帮我看着点儿。过了一段时间就倒闭了一个，还剩2个，我说也差不离儿了。老公就说这个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当时我的朋友就说，刘芳你是真能折腾。这个当时我们就说，你别出来折腾了，你凭着福不享哈。我老公就说，别说他，我这个老婆呀，在家里这么多年奉献的太多了，就让他过把瘾吧，再不行他回家也就老实了。后来这个我就这么样哈。真的有一次呢，幸亏一个32岁的顾客来到我的面前哈，这个2个多月没来了。有一天我在美容院坐着，他进来了，就是这个，我说好久没看见你了。他说，你看我这个脸，我和他离了，你帮帮我吧，我得活下去。哦呦，我一听这么严肃，这张脸对女人有这么重要。我晚上就跟老公分享了这个事情，从那儿以后我就一发也不可收。这我干起来之后，这个老公才跟我说，前面2年呀亏损得很厉害，2年也没告诉我。他说后来干好了，他就说这个我要告诉你，你心里就不更难受。他说我还觉得这个行业还可以扛着。那后来他是做外贸的，他说这个他比较我这个美容院，他是小儿科，但这个小儿科最后也把他拉下水了。因为我要出差，我就没出过远门。40岁以前要出差呢，他不得不领着我，要选什么他不得不帮我看着点儿。就这样，这不就是在这件事上他对我的支持，就是说做了一点事业哈。我就觉得这个先生可以吧，先生们啊，哎，谢谢啊。之间呢，就是互相的关照着，互相的扛着，互相的这样的鼓励着，就走着走着就老了啊。那么话说儿子哈，这个儿子呢，这个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字，就是陪着他长大，一个是身陪，一个是心陪呀。
这个在他六岁的时候，我给他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刚会写字儿，起来甚至光着屁股就会写今天七点钟干什么，七点十分干什么，连自己写字吃西瓜下楼下放风啊玩玩具啊看电视都写得很清楚。他至今感谢我给他养成了这个好习惯。那么在他这个七八岁懂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开这个什么家庭会儿，在这个会上嘛，三人坐床上哈，我就当一个丑角，经常的这个斗私批修，当时说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说是检讨忏悔自己哈，然后就为了引发他出来说，我今天又做了错事没完成作业，我今天又干了什么什么，就是说完了以后咱就了解孩子，有的放矢的帮助孩子长大。那么这个爸爸呢就跟个判官似的，就说妈妈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对，你应该怎么样，你说你怎么做吧，我就表态，儿子也跟我表态。后来到了十几岁，他就看出我们这个权威，他说这个家庭会都是冲我来的，不开了不开了。这个到了这个十三岁的时候了，高中呢也是考在山东省重点学校，这个十七岁不到就去英国了。去英国呢这个很懂事儿哎。第一次回来哈，我在机场接他的时候，这个我没认出来，他后边一抱我，我一看这是谁呀，头发这么长，后来才知道瘦了40斤，原来180，让我喂得够胖的。那么这个样子哈，我一看儿子这么长的头发，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看他那么瘦把我心疼的。第二天早晨6点钟就醒了，妈妈今天要第一个事儿带我去理头发，然后呢才能去看奶奶。我说儿子这不是恁外国人兴的，我以为你们就兴这么长的头发。他说不是，国外剃头太贵了。哎呀，后来我才心里呀、哈，我才这个踏实，我才踏实哈。这个在英国呢，他这个学习蛮努力的，后来这个考入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系啊，学习真的挺好的，都寄来了成绩单，我们也去国外看他，也拜访老师。那么从英国这个回来之后，爸爸有心呢，就想让他进入我们的企业。当时他还问我，哎呀，我说咱这点小事儿自己干干行了，还让儿子再加入，我觉得是不是委屈他了。后来呢这个说着之后呢，这个儿子在这半年的时间，他看出我们俩特别的努力，我呢也真的起早连晚的啊去投入这份工作。他说妈妈你还真干。但在这事儿上，我就郑重其事地跟儿子说，我说儿子一点不掺假，这些年来妈妈和爸爸真的很用心很努力，告诉他。后来呢他真的，后来他跟人家说，我这就是心疼我妈，我就帮他。他帮着帮着直到现在，回来2年在企划部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执行总经理了啊，这就是儿子，这个啊，挺好的一个孩子，很真诚啊。他来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条件，我看人家真来了，我也其实挺高兴的啊。我就说儿子，这个你呢是在府堆里长大的，可我们这些孩子，我们现在这600-700-800个姑娘哈、我当时可能是已经有500多个方子姑娘了。我说这个很多是农村来的，你要有一丁点看不上他们，你就不来了。我说这是这一点，这个真的他后来记得，他和他们相处的这种非常的好，在公司这一点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啊。所以这个他来了以后呢，带进了很多西方的这些管理。今天呢他也认识到可吃了大亏了，业绩猛涨，团队慢慢的就出现了滑坡。哎呀，越这个涨业绩越贪心，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这个财富啊
可重了，小肩膀扛不动。每天你觉得压力大，你牢牢地记着，财富比压力更重。大家说是吧？财富真的扛不动。现在呢，这个我们全家哈，我特别感谢我们青岛大洲公司的刘总，帮我们引入到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圈子哈。他们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爷俩一块儿去在大连呢读《孝经》，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我老公说哎呀，说的我们俩哈出来了，学完了，说很感谢你，您是对的。我说别闹了，这个一会儿儿子在旁边说，妈妈谢谢你。感谢我什么呢？就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属于那个在我们家呢属于布施的人，反正谁有困难，谁呢这个无论是我们家哪个亲戚，我的耳朵也挺长，我总得去帮帮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企业团队孩子们有任何的事情，我真的不能不知道。反正这些年我也不知道钱怎么着，反正我从来，人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说不理就不理，我也吃得上挺好。所以呢我就这样的这种心呢，他们认为我是对的。这个去年哈，我们企业也改制了，我们争取做上市公司哈。这个就是经过了彻底的这种改制之后呢，我们非常的正规，该交的税一分也不能漏，这我们也开工资了。我的工资是20000啊，这个这20000元呢，3000交税，3000给妈妈。然后呢前些日子呢，这个真的学了传统文化哈，我就说再从我的这些工资里拿出10000来，我们企业有个爱心基金，每个员工每个月呢自愿交10元钱，我说我每个月交着10000，我和孩子们一起呢孝敬他们的爸妈。哎，这个所以呢孩子们的这些的这个我觉得让老公和孩子感谢我呢，是他们也愿意这样做了，真的我很欢喜啊。说这孩子呢就这样长大了，还得慢慢的帮他这个调理很多不良的习气哈，但是我先做。说起公婆来哈，我们这个姐妹们讲了很多公婆的事儿，就我自己觉得呢这个也蛮简单的。对这个婆婆的这种相处就在一个礼字，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原来这个出门进门呢就是后来婆说这个一下电梯呀，还没进门就听着刘芳来了，我就得赶快喊爸妈回来了啊。这个叫一声爸妈，甚至走的时候呢就爸妈再见，这走的时候怎么婆婆没见，上厕所在等着，婆婆出来了再见走了，婆婆公公还要送到门口哈，就这样老的送小的，小的送老的，就这样送来送去啊。这个我公公呢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这个毕业的哈，是一个传播业的专家呀，总工程师，他就为没有让我婆婆出去干活工作，这个我婆婆呢就也没有工资啊。虽然当时跟着这个我公公生活挺好的，但她没有工资，她后来呢肠胃这个事儿也真的不太舒服。我记得那会儿我们挣钱真的不多哈，我妈就说你要给奶奶100块钱，这样我就听妈的话，就去每个月只要我开了钱就去送给奶奶，不要那我就给她。后来呢这个随着我们做这个企业哈，我就说妈，我就跟奶奶说，我说这个以后啊你就也跟俺员工一样，俺得开工资给你，你也像上过班开退休金一样。奶奶说我不要，我说俺得给你，你想给谁了，你想做点事了，做个什么了，手头也有个方便嘛。从那以后我就跟我大伟哥在我们的企业里哈，也负责着内部的财务这一块，我说大哥每个月一定是我们有时候容易忘了把这个钱送给奶奶，
直到现在多少年了，大哥雷打不动，把这件事做好，奶奶也很开心哈。落实弟子规，做好中国人。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圣贤教育改变命运》。我们这些做媳妇的，每到周末要回家哈。我们这个，婆婆家呢有一个习惯，到了周末，他们家弟兄三个，我们这三这个也是这个都要回家一起吃饭。反正一进门我就记着那个时候呢，就是还带着自己穿的做饭的衣服，袖子一挽，围裙一扎，就进厨房。这个谁都不用，我就干了。我老公说你就是能逞能，有的时候累啊哈。他说是说，其实他可高兴了哈。然后吃饭的时候，通常是咱可能要最后一个端完了，上完了菜，好了，快点坐下了，赶快吃，然后第一个就要下来吧。大部分时间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啊，后来我就做了，好像做了点事儿以后，你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大伯嫂子，包括我那个弟妹呀，我只要回家歇着歇着，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大伯嫂子就跟我当年一样一样的全部承担起来了。哎呦，我都感激的，我就说正好回来累了，他总是让你吃点水果，喝点水，休息休息，一会儿开饭。所以人和人之间不都是这么感召啊，互相的这么坐着啊，大家呢都不觉得累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做这个媳妇的哈，我有个体会，就是在这个公公婆婆有时候闹意见，两人吵吵架的时候哈，我呢就比较管用。后来他我老公暗称我调解委员会的主任，反正谁有点事儿，家长里短的，包括我们姊妹又多，我家也姊妹六个，老一是姐姐，后面全哥们儿，哎呀，嫂子们事儿也不少，都得找我聊聊谈谈。啊，咱在人家家，咱在人面前一安静一听，稍微说说，很多事也就是迎刃而解了，就别在火上浇油就好。这个有一年呢，哈，这个2005年，这个爷爷和奶奶真有意思，那一段时间就总是吵吵架。我大哥和我先生哈两个人回家，还把爷爷请出来吃饭谈，爷爷还说什么？这个儿子也向着那娘，向着奶奶那个意思。后来呢，老公就说，先生就说，你得回家看看爷爷了。我就想，两个儿子没劝好，我再去劝，爷爷也未见得接受啊，我怎么办呢？我那几天我就睡不好。有一天早晨凌晨4点钟，我一下子就醒了，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给爷爷写信。写了这封信，我自己写，我自己都流泪。等先生醒了以后，我说我想给爸写封信，我读给你听听。我读完了以后，老公的眼圈也，先生眼圈也红了。我们俩说快回家，回家见爷爷。就说，我说爸，一会儿呢，这个还有事儿，哎，交你一封信哈。这个后来呢，这个爷爷就看这封信，我把这封信读一读给大家哈。这个啊，这封信呢，是我当时呢，就是我在方子十年店庆的时候，用顾客的心愿呢，我写了一本书《身为女人》，就是全都是说我做女人的感悟哈。我把这封信呢，也登载在这个这本书里哈。我是这么写的，我说爸，这个。记得我才十几岁的时候，我说十几岁的时候遇到这位老人，我那会儿是14岁，我在班里当干部。爷爷呢去开家长会，他就回来跟家人说，那个大长辫子的那个小女孩挺好的。你说14岁，不过那会儿可一点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啊，我根本不懂。这个直到24岁，当然里边有一些过程，24岁我们才和先生正式谈恋爱。后来就结婚了啊，所以呢，记得我才十几岁的时候，就遇到了您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也是您把我引进到这个幸福的家。
让我有了一生美满的婚姻，健康的儿子，成就了今天的事业。全家人对您的善良为人，对后代及奶奶的爱，讲出来的很少，可我们从内心感谢您的养育之恩，还有您诸多的付出。在我心里，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慈父恩师。特别是年轻时，我们也发脾气不服从您的时候，您从来没埋怨过我们，您比奶奶更心疼我们，给了我们宽松的成长空间，这也是我们永生难忘的。所以爸，您现在已经80高龄了，我们怎么舍得让你难过伤心生气？这几年因为忙为借口，很少关照到您二老，我们已经对不起你们了。每次接到你们二老的电话，假如不是身体不好，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好，生怕你们生病。当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难免多一句少一句，我们从来不多考虑，随便出口，总觉得无歪心二意，关着门我们是一家人。所以爸，千万别介意，您是我们的尊父，我们以后还会说错话办错事儿，特别是孙子更没数。不管怎样，您可要记得，您的孩子永远的敬仰和爱戴您。爸，奶奶行动不便，您一直一直细心细心地关照她，逗她开心，让她满意。我们心里明白，一生一世做到您这样是一般人所不能够的。当您生气的时候，奶奶呀又急又怕，我们很理解，也多么祝愿您二老恩爱一生，有一个美满的结局。所以你们要好好保重，照顾奶奶，假如失掉你们任何一方，我们不知有多难过。爸，作为儿媳，我真想说一句，您该好好享受晚年了，因为您的儿孙真的很优秀。您和妈要相互照应着，欣赏着您的孙子孙女一天天长大成人，我们一家人该多么幸福，您会更开心的。祝爸新年新气象，健康长寿。儿媳，2006年1月27号。奶奶呀，这个跟我说，爸看完了这封信啊，流泪了，说这个从那儿以后，爸爸在这个暮年呢，度过了最愉快的日子。家里来人，他就要打开这封信，看我儿媳妇给我写的信，长长的在那摆弄摆弄，啊，这个2006年爷爷病了。病了之后呢，这个是胃癌，住院期间呢，我们这个全家人呢就特别细心的关照。这个临终的前几天呢，他都把我们一个个叫到眼前，大概是那一天把我先叫过去，告诉我，我嘱咐你两点，第一个是不要太忙了，你们要挣多少钱我也不敢解释什么了，我说知道了吧。第二，照顾好我孙子。哎，后来呢，就是在过了4天，6月6号的晚上，这个老公和儿子就说，我们今晚上照顾爷爷，你就回家睡一觉。这回到家啊，我躺在床上反复的睡不着，我就发信息，我说这个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回应。
后来呢，我就又给儿子发信息，我说我睡不着，想看看爷爷。马上回来一个信息，就说马上接你，我就知道了。儿子接我到了医院，爷爷呢，真的就是最后一口气。我呢就给爷爷擦了全身，一件一件的衣服给爷爷穿好。这个，然后到了这个第三天呢，他们单位上有很多人要开追悼会，我呢也就那天早上我说我们早点去，因为爷爷最后临终的时候很安详，可就是嘴巴还没有合上。我就知道爷爷有很多话想说还没说完，我就早点去了。以后呢，我觉得唯一没说的就是嘱咐我们照顾奶奶，我想老人没说，他也知道孩子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就路过了两个太平间，到了爷爷这个地方，我就看看爷爷哈，我觉得还是那么安详，我就给他化了妆，整理好，生怕奶奶看到那张苍白的脸。整理好了，我觉得嘴呢也差不多这种合拢，我就跟爷爷说，我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就这样我们送走了爷爷。后来我大伯嫂还说，你当时害不害怕？我一点不害怕。我说，他看你胆子挺小的，你怎么到时候那么大胆？我说一点都不害怕。路过了两个太平间，躺了两个人，我就去找到爷爷啊，整理好过后呢，我们就一家人特别的敬奉奶奶啊。这个奶奶呢，这个83岁了，哎，读书啊，看报呀，啊，我觉得年长了，他们什么也不缺啊。这个特别是这些年呢，我真的觉得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儿子媳妇一定要回家看看。有一年，这个奶奶拉开厨子要过年了，说刘芳今年千万不能买衣服，看看我这些衣服。我就说啊，好吧，就听了。结果初一拜年的时候，我真的看着奶奶穿着过去的去年的衣服，我怎么就觉得她没有那么开心呢？我们就赶快又到了商店给奶奶穿上新衣服，觉得不一样。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就说，妈，现在兴这个孩子给老人压岁钱了啊，开始给你们压岁钱。你给他这个钱，红的包包写上一行字儿，他把钱可能都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着，那个包包至今还存着，祝妈妈身体健康，祝爸爸健康长寿，祝爸爸开心每一天，就这一句话，一个红包包他都留到现在哈。这个特别是到奶奶这个后来，我真的觉得养父母之慧是最高境界哈，难得他们明白哈，这个要抓住时机，不要学完传统文化就说妈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谁都不爱接受哈。那有一天呢，我回家，奶奶就说这个刘芳有个事儿跟你商量。我说什么事儿？她说你看哈，这个邱阿姨她儿子要结婚了，你说我要不要给她一个红包？我说妈，你想给她个红包？她说我这不同你商量吗？我说这个妈，这个阿姨哈来到咱们家以后，把你这个地方打扫得这么干净，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激这个阿姨，我都想给。我说妈，其实在这个世间哈，人和人之间吧，就是互相帮一帮哎。你呢，这个人家天天在帮咱打扫卫生，给您做饭，你呢，这个又不缺钱，你就给他。我知道，我说我来给你钱，不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可是我就不晓得要不要给他。我说给吧。那个晚上奶奶真的很开心，一个人不论能力大小，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是快乐啊。所以我所以呢，我们要养父母之慧啊。那么再一点呢，就是这个说起芳子这个企业12年了，从40岁我到现在哈，我说这10年相当于过了40年哈，
这个前面的40年一帆风顺的，就知道为了个小家庭哈。所以我知道今天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的团队的这些个孩子们啊，他们呢这个一进门我就教他们这个方子姑娘的样子，怎么说怎么笑啊，怎么站怎么走怎么做。反正我的原则，做美容这个行业，姑娘们一定要善良，人家睡着的时候醒着的时候咱都得出力呀， 咱出力顾客就舒服，咱享受了顾客就躺那遭罪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提出了理念，就是三养女人，养颜养身和养心。我现在觉得养心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女人们来到这个美容院一定是从根儿上从心开始。因为我们的姑娘们呢真的帮了很多的这个样的姐妹，真的几千几万的会员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努力让他们在心里受益啊，因为真的相由心生。这个姑娘们很团结，他们的同事歌是什么哈？这个同事不会错，如果同事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不是我看错也是因为我的错才导致他的错。如果认为同事不会错，你的日子一定过得很不错。就这个同事歌啊，姑娘们可聪明了，后来改成夫妻歌、丈夫歌、婆婆歌。顾客有什么事儿，她就说婆婆不会错，如果婆婆错一定是我看错。哎呀，就给这个顾客们朋友们听哈、啊、这个真的濡养了客人的心啊。那么直到现在呢，这个企业呢，这个团队哈、啊、是我们的宝贝财富哈、啊，我们是做终端的，从来也没有产品。我们呢就是每年呢，从现在开始改制之后，一年呢也能交800万到1000万的税啊，所以也有一点贡献啊。这个反正一个终端呢，在这个美容这个行业好像做到这个样子现在还行啊。这个在企业当中呢，这个我力求做到，现在学会了，想想也是以身作则，君亲师盟。然后呢，爱孩子们，我们各位老板哈，一定要把员工当自己的孩子去爱，去心疼，言情结合，不能一味的情，也不能一味的言，该言的时候言，该松的时候松，该心疼的让他知道你心里就是那么疼他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健康的长大了啊。那么这个学了传统文化以后，他们还日行一善，常做好事儿，已经都3个多月了，日行一善，每一个美容院都做积累。我们进这个在青岛起步，发展到深圳，现在呢，7月19号在上海48院49院开业啊，49个院了，就是全都是直营店，我们就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这样子做的也做得蛮踏实的，就这样的走过来了。没啥好说，最后呢我就是跟姐妹们，我最这个心疼和袒护的真的就是姐妹。我有些地方说的急了，可能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这是我一个52岁女人的真实告白，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累不累别想累，真的做完了我现在觉得我很受宠，哎，这2个男人可保护我了啊，真的很受宠。所以我们呢就要去奉献，真的就像稻盛和夫讲的，劳动才是最尊贵的修行啊。所以我就说呢，谢谢哈、啊，姐妹们呢要牢记一句话，就是我是一切的根源，这句话可有用了。我不知道说给多少的姐妹听，说给多少会员听，不知道帮了多少的家，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要不要老埋怨人家，一切的不好先看自己。这些年来我基本上就是这样，有时候自己也挺难受，但是就这么做就好。另外呢要记住4个字，一个是敬，一个是礼，一个是顺，一个是柔啊。从孝敬自己的爹妈起步啊，
从这个敬奉老公开始啊。那么礼呢，就是要做到亲密有间。去年哈，还是前年，我老听慧言就说，哎呀，他的手机里怎么怎么谁来，我说干嘛去看人家手机呀，保持中间的那段距离，手机再不怎么着，他心不跟你贴一块，你能看出来不能看出来呀？所以要亲密有间。再者呢，不要熟耳失礼，出门进门就您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记得我给100个这个纺织干部讲课的时候，我说您就记着这一招，就回家就说老公我回来了，走出去的时候就说再见。包括我们家特别好的习惯，就是阿姨在厨房好远，我看儿子都要没听见跑回去，阿姨再见，再去上班。哎呀，很好的习惯，出必告反必面嘛，对吧？所以呢，这个不要熟耳失礼，觉得熟了，有一些这个太太呢，我跟她说的时候，她就说老夫老妻何必这样，我说就得这样，不能没礼了，没礼了不好意思说就不算人了哦，是真的，没理了你还想成全怎样的家呀？啊，再一个要顺，啊，这个经常说肯定的话，好，行，是，知道了。后来他们就跟着我练，好，行，是，知道了。你说有的时候你不想，有些大不了的事儿，一起吃什么他说了算，干什么行。我儿媳妇现在我们俩四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俩领着手吃什么跟吃喝什么行，怎么着都好。哎呀，儿媳妇比我还柔啊，我说不是我的功劳，我说是人爸妈特别的对这个孩子有教养哈，真的从不多说话，总是的笑容可掬的，温文尔雅的，现在在美容院最基层去做哈。哎呀，我觉得儿媳妇真的很不错，给我洗脚帮我按呀，哎呀，所以呢就享受到这些这个快乐。所以呢我们要顺啊，再一个就是柔啊，女人这个字千万不要忘记哈。有一个这个记得有一个这个我的员工30多岁可强了，做业绩他总要第一，干啥事他要冲在前面，说总跟老公就是合不大来哈。我说这个你回家跟个老虎似的，对面就是武松，是不是？我说你不能回家的时候像个小猫一样，他就回来抱抱你。他说他回家以后还真的，所以女人要示弱，不要逞能，该弱的时候弱，该人家不行的时候咱赶快挺上去抱一抱，撑着啊，会示弱，所以一定要柔啊，柔美柔美，面相呢就变了。难免小两口吵吵闹闹，不要怕，没关系。一般的先生要学会给妻子台阶哦，啊，人给台阶咱就赶快下，不要还要再撑一会儿，人不给了就闪着了啊，给台阶就下啊，这个啊，所以呢，哎，这些日子以来，特别感谢传统文化哈。在我们青岛呢有那么好的这个像风水宝地啊，刘总他们做的就特别好，我们就跟着好好的去例行。然后呢感谢特别多的老师，这个哎呀，陈大慧老师啊，这个金雅佳老师啊，李月老师啊，都到我们企业去讲课哈，让我们所以很快的就能够切入，很关心我们的这种例行和成长。特别是这次来，我跟我们的文良班长哈，是从南京来，我们要有45天的闭关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学习哈。这个从南京来到这里哈，这个我们特别体会到这些日子啊，跟老师在一起，蔡老师啊，这个给我们讲课，我们常常的流眼泪，常常流泪，真感动。这个爱敬近于世亲，德教加于百姓，真的就是蔡老师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马涛老师，我就说谨言慎行和一个做事的度子，在他这个年轻人身上，我们一看我们就甭学了，我们就知道自己该老实一点了，该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了。所以眼前的这些榜样啊，给了我们太多的力量了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学习呢，真是终身的这种感恩啊。这个好了，不唠叨了，耽误大家时间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感谢老师，谢谢。
女人呢，是家庭主妇。这个主妇呢，简单的说就是家里的主要负责人。姐妹们认可不认可？认可哈，主妇是主要负责人，家风要立好，哎，不要吵吵闹闹，要立的这个家风，家要有温暖，啊。第二呢，就是要担当，由内务到外务的担当。我喜欢的一句话，你们也要记住：小到同心，大到将军。干了活别唠叨，干完算完，干了算了。啊，第三呢，要会示弱。现在说女强人多，这个词儿不太好，啊，该靠一个，累了就要靠一靠，不要跟老公老是吵，两口子会不会闹意见？会，会不会不开心？会，记得，先生给台阶咱就下来。所以对孩子，我作为母亲啊，我的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他们真的是看样学样，有很多妈妈问我，我孩子不听话，我孩子哪里有问题？我说你真想把孩子带好？他说是的。我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看到孩子有什么让你心烦的那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让自己做到。而我孩子整天写作业坐不住，一会儿喝水，一会儿又要吃冰棍，一会儿又要出来晃荡晃荡，我就想，你问问你自己，你坐住了吗？当你能够安静下来抱着一本书看一个小时的时候，你的心呢，就在给孩子那个外部的环境在转换，孩子一定会安静下来。如果我们自己经常的就是说话不当心的时候，孩子一定会说脏话。所以呢，妈妈呀，就是要以身作则，做好君亲师。君就是以身作则，亲就是那个最疼爱他的人，师啊，还要教给孩子有智慧。我这些年得了很多的光环，当我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他就这样默默地坐在下边看着我。有的时候我骄傲了，他还那样笑笑，我又知道我又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就会冷静地想一下自己啊，这么多年来对我呢就非常感恩老公耐心地对我的栽培。所以看一看，咱做了点家务，咱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这点小事儿，啊，却得到老公如此的疼爱和支持，尤其是对我事业上的支持，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我走过来之后，我也真的，我说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有的时候星期天，大部分星期天我们都会带着儿子出去玩，早上玩，中午吃完了饭回来的时候，怎么着也到房间卧室让他们俩睡下，我也靠一靠，只要他们俩睡沉了，我一定是爬起来悄悄地开始整理家务，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吃到饭，坐在房间里要干净整洁。我有一条这样的给自己的规定，就是在他们睡着的时候一定要把活干着，等他们醒着的时候，一个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自己忙里忙外，尽量的能够去陪同着他们。我先生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睡懒觉，一个是吸烟啊。所谓睡懒觉呢，这么多年我跟儿子都知道，我们醒了之后总是悄悄的，不要让爸爸影响爸爸休息，偶尔谁的声音大了还互相的还这样的手势啊，觉得先生在外边忙也很不容易，
先生吸烟呢，我们结婚27年，他吸烟21年，一天最多的时候要4包香烟，我没说一句不字，因为我爸爸说男人呢就是这个嗜好啊。这个生病的时候我爸爸还说，只要还能抽烟证明病得不厉害，连烟不想抽了就是病得挺厉害的，所以我也不敢说啊。直到有一年呢，这个嗓子不太好，后来呢也是当我做这个事业了哈、啊，这个有很多人说被动吸烟啦，这个对太太很不好，我觉得呢真的在我的这方面的因素还是比较重。他有一天呢就说这个不想吸烟，我都很害怕。哎，从那一次开始6年了就把烟给戒掉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说哈、啊，这个管发生什么事儿，别让自己心里啊不好受，别生气，生气我最心疼了。再一个就是用钱能摆平的事情，我说是最小的代价。这一直以来我就是坚定这一点，就像现在弟子规说的，财务轻怨何生，欢欢喜喜的平平和和的，能做多少做多少，能做多大做多大啊，一家人呢也感觉其乐融融。他傲慢，那我们呢就要越发做到谦卑啊，恭恭敬敬地对待别人。然后长时间呢只要自己做好了，我们真的会相信，特别是当先生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安静特别的重要啊。他打电话的声音特别急的时候啊，我说话的声音就会越发慢下来。现在不论拥有多少，这个小小的源头家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真的觉得我们做女人啊，结婚呢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要从担当家务开始，而且呢是无怨无悔的。谢谢。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他很爱看电视了，有一天晚上他到房间里去学习了，那个门呢总是留着缝，我就推门看一看，儿子呢就坐在门那个地方听电视，我看了以后心里特别的难受。从那一刻开始，我说儿子学习的时候我不能忙里忙外，我也就坐在他的身边，一直到他学什么我已经先学完了。在他4、5年级的时候，每次考试我给他出的测验题都让他感觉考试特别有把握，甚至他都把小朋友带回来学妈妈的，考试之前做妈妈的试卷啊，所以一直陪着他。我们家呢有一年有一个游戏机的风波，太打游戏机了，我有一段时间发现他的书包有点乱了，而且我看到了有那个打游戏机的牌牌，我就私下里说说他啊，然后我就把这个心思呢告诉了老公。有一天呢我就早早回家，我觉得孩子快放学了，我就给老公打电话，我说你要不去看看他。我老公就在他学校不远的一个游戏室进去了，刚好儿子在那里打游戏，他无意当中一看爸爸有点害怕，爸爸就说打完吧，好像那一局还没完哈、哦，打完吧，他就坐在那里打完了，然后拎着书包，爸爸就把他拉回来，爷俩说没说话，回家送给我，两个人全改了，再也没打。有一次还有一个考试的风波，那一次呢考试成绩下来了，
有一门功课考得不好，我已经知道了。晚上呢，我也没问，我知道孩子考得不好，我也没问。第二天早上呢，他觉得晚上我没问逃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呢，我要出去，他就不起床，想是不是我走了，他再起来，就免得跟我在一起为难。我就知道儿子的心事，我就敲敲他的房门，进去了。我说妈妈要走，然后他说哎呀我睡着了。我说行，哎这个是不是考试不大好，有点不太舒服？哎呦妈妈，你那意思你怎么知道？我说其实没关系，儿子哪能没一点闪失。他一听一下子蹦到地上了，觉得妈妈体谅他了，他也呢心里啊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一天在家里弹琴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都很长，因为晚上回来一会琴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没有去责备他，去体谅他心里的那个不愉快的时候，他也就越来越懂事了。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接下来呢，我就要暂时告别大家一段时间，因为今天下午呢，我要赶回上海参加晚上呢有一个这个母婴慈善晚会，那我也呢在那边呢有一些节目，所以呢要暂时和大家告别。那个晚会呢也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明星，我也会把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场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这个盛会呢传达到那边去，让我们更多的明星呢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些队伍当中。那非常慈悲的陈大慧老师也让我给我的同仁们啊，比如说这个王菲啊、李亚鹏啊等等等等，刘嘉玲、梁朝伟啊先生，他们带去了一些信，我相信呢他们呢都会慢慢的呢走进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论坛的队伍当中。那谢谢大家。刚刚介绍过傅冲老师从上海赶过来了，我们刚刚啊还看过他的照片啊，这个刚下飞机刚赶过来。谢谢大家。不好意思，那个我又赶回来了。他们以前就在这个赠送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了啊，所以这个我很赞叹他们。那这次呢就是我代表我们这个论坛的每个就是老师们吧，给他又赠送了这个像家藏宝典这样的精装本，他非常的欢喜，尤其是大慧老师给他写的那封信还称他为仁者。哎呦，他觉得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明星从来没那么欢喜过。他觉得比他上台领奖那一刻，因为刘嘉玲呢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位大明星，她呢就是得过很多的奖，包括金鸡百花奖啊什么哈、啊，国内外的一些奖项，她说从来没有那么的开心过。然后我给她行礼，行九十度的礼，因为当时可能那个时间太紧张就没有抓拍下来，她也给我回九十度的礼，她可能也从来没有像人家这样的行过礼。那她也感恩您，也感恩每位老师给他就是这样子非常精美的礼物，他愿意呢以后也就是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啊，可能他的时间原因，但是他愿意就是有空的情况下呢也帮助做一些这些事情，我非常的高兴。还有呢给刘德华老师啊像梁朝伟老师、成龙啊，还有这个李连杰老师啊，王菲、李亚鹏啊，他们都写了信，他们都非常的欢喜，他们都愿意呢做一些为咱们老祖宗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事业呢
尽一些绵薄的力量，然后也愿他们呢也把他们的那个问候呢让我带到今天的这个论坛上，也感谢今天呢在座的所有的嘉宾，谢谢你们为传统文化呢带来这份温暖，也我代表这些明星谢谢你们。在广州中山有一对夫妻被人残忍的杀害后又被分尸，而让人震惊的是凶手竟然是他们19岁的女儿。
当晚，齐萍萍的爸爸妈妈在家中发生争吵，齐萍萍劝架，但妈妈却指责齐萍萍整天泡在网上，称这种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不如一起死了算了。听到这话，齐萍萍顿生歹意，将母亲推到床上，用塑料袋蒙在母亲头上，致其窒息死亡。在此过程中，父亲曾出手阻拦，但由于他患有脑血栓，力气有限，反倒被齐萍萍推倒在地。齐萍萍杀害母亲后，担心罪行败露，又以同样的手法将父亲杀害。第二天，齐萍萍买回菜刀、胶带等工具，将父母的尸体肢解。我们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呢是血浓于水，割舍不断的，可是在哈尔滨啊，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却残忍地杀害了